台北啊、台中啊同埋台南三個 area 咁樣啦。而呢班義工咧，亦都係一啲照顧者嚟嘅。因為他們自己是經歷過這個病，我跟我的小朋友說，我說你媽媽當年就犯了這個錯誤，由黑板開始我畫畫，粉筆和黑板開始我的畫畫，15年就開始參加在香港參加的健美比賽了。大城小聚逢星期一至五下午6:20。